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欢迎您收看智慧微视频。那今天谈判锦囊呢，我们将跟各位谈到第二个谈判的筹码。在上一篇谈判筹码，我们谈到你有什么东西是他要的。那现在我想让各位，你赶快再去想第二个，我能惩罚他吗？谈判其实就是惩就是赏和罚嘛，对不对？你让他移动位置，他怎么动嘛、啊、一个赏一个罚嘛。 啊，一个赏一个罚呢，很重要是我有什么东西能够惩罚他。惩罚呢，包括三个：一个呢是伤害，打在身上；一个是剥夺，拿走；第三个呢是使得不到。伤害、剥夺你都好了解，什么叫使得不到呢？防止他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不帮忙嘛。 防止他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，我不帮忙嘛？你要我帮忙，我拒绝合作嘛？我拒绝帮忙嘛？可不可以不帮忙嘛？不帮忙，防止他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一个关键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谈判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呃，你伤害和剥夺，你需要 e 人，使得不到，往往只要卡一个位置。比如说，我在你们公司，所有公文出去都要经过我。 有我个签名，不见得会成；少了个签名，肯定不成。我没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那这种谈判的筹码呢，在理论上我们叫做负面权利。负面权利，于是我不给你嘛，不给你。所以各位，你想想看哈、啊，防止他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呃，你你不帮忙本身，也就是一种。你回忆一下，我们前面讲的议题的挂钩，议题的挂钩一样的概念。 就是我每一个谈判的概念，它是相连接的，一题挂钩就是，如果你不给我 A，我就不给你 B，对不对？你给我你不给我 A，我就不给你 B。首先他必须想要 B，然后呢我不给他，那放在这里来讲就是防止他所想要东西我不给他嘛，我不给他，所以你看看有没有办法？你看哈，你不给他，那首先你不给他要变成罚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他得想要。 他得想要，你不给，那才变成罚嘛。如果他从来没有想要过，那你不给，人家那边自己很嗨，那很高兴。我不给，不给，不给，不给人家根本不要，你不给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他赏和罚是一体的两面了，哈，就是我们前面讲赏嘛，现在讲罚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防止他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，或者伤害他，或者剥夺他，或者说你让他感到很烦，把事情变大等等都算。 都算，就是让你自己引起一些问题，造成一些麻烦，然后你看，让他没有办法很平顺的走，那他就必须要跟你谈了，你不要挡在这儿嘛。那这个就看我们有什么样的，你这个赏和罚中间怎么样的交互运用，好，有赏有罚，我们才能够让对方改变他的立场。想想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